农历牛年即将过去，一年来我们经历了 Delta 毒株以及最近的 Omicron 毒株的考验，感谢大家的付出。当前我们还是要继续强化疫苗的接种和公共卫生的防控策略并重，伴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进呢，我们终将在合适的时间内度过疫情的大流行期，逐步迈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。时时虎年到来之际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明天一定会更好。